苦啦！欢迎大家来到芒果 TV 食堂用餐，这是我们员工自己吃的食堂，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吃的是典型的湘菜，寸骨，对，寸骨，然后是孜然牛肉，是湖南，然后就是家常菜，然后都会有的，然后当然还有小龙虾最有名的。小龙虾你们没拿？我们也懒惰，不想剥，所以也没。通常我们在酒店要点的。那觉得湘式跟粤式有什么不同？味道比较重，比较辣，会有辣的菜。广式里面比较少有辣菜。嗯，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，就是一路陪伴我们的简纯。哦。每人一杯，好不好？庆祝我们今天扫楼成功，辛苦大家。耶、干杯。